大中午，总统府前车子不断进出，行政院长林权、民进党智库执行长邱毅然、民进党团总召柯建铭、府院党代表通通齐聚一堂，与总统亲自督军，召开执政决策协调汇报，两个小时凝聚三项共识：中秀二日修法、年金改革进程方向，还有赵峰案后续处理问题。府院党火速定调，要让全国假期统一，让劳工有足够休假日，落实劳工周休二日。礼拜三恐怕在立院掀起腥风血雨，一起努力，一起争取更多的观光客。高雄市长陈菊在南部四县市区治理平台发声，为如何减少冲击地域南部八县市观光客源，高分贝呼吁中央重视。为了能够南方平衡，不同的交通。整个整体，我们希望跟中央争取的部分，绝对不只是单一这个城市，它的整体。